ladies and gentlemen, that was very good. We are going to do the whole thing one more time. Follow my steps. A two, a three, a four, and d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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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a. Your turn. D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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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a. Hello, 大家好，这里是枝丫课堂。最近用 Procreate 做了个小动画，在这里分享一下教程给大家。首先需要先准备好一辆车，车的教程就不在这里画了，称如果需要的话可以评论或弹幕留言，需要的话后面会补上。这期主要展示做动画的，画好车之后打开动画协助，我们看一下下面一共有五个帧。如果我们把车所有图层都合并到一个组里面，只剩下一帧了，这就是我们的第一帧。我们这个动画只需要四帧就可以了，先把第一帧复制一下，在第二帧把位置稍稍调高，再复制一下到第三帧。再把车的位置调低一点。这样四帧就可以做出车上下晃动的感觉。不过现在幅度有点大，我们把幅度调小一点。感觉差不多了。车的上下晃动做好之后，我们来做轮胎的。先找到第一帧，我们就不动它了。第二帧我们把轮胎稍稍做些旋转，先选中，旋转一定的角度，两个轮胎都要旋转。然后第三帧、第四帧也是要在第二帧跟的基础上做旋转。总之就是要让它四帧能循环起来。每一次旋转多少，大家可以自己感受一下。然后在每一帧的基础上重新画一遍，这样会显得更加活泼一点。第一帧的话我们可以都不管它，然后可以加一些小装饰，速度线不用每一帧都加，我这里加的是第二帧跟第四帧。大家如果你要每一帧都加也可以，可以边画边感受。好，轮胎的感觉差不多了，下来我们来做后面的尾烟。第一帧可以先把烟雾调小一点，然后第二帧我们不做处理，第三帧再把烟重新画后面一点，因为烟是从小到大再到小的过程。我们可以把烟画到后面一点，然后面积的话差不多就行了。这样子四帧的话就是小到大再到小，然后前后的关系。画好烟之后，我们再画车的这个投影，这个投影其实感觉差不多就行了，让它四帧能自己动起来，这样车的动画就差不多这样子了。然后我们再画点背景装饰，可以画一些山峰啊、云之类的。画好之后合并到一个组里面，然后把这个组调到第一帧最前面，设置为背景，这样这个背景就不会动了，就每一帧都会出现。好了，今天的教程就差不多这样子了，觉得有帮助的话帮忙三连一下。